宵夜指纹而已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项链不就是 Nancy 从 Lina 身上拔下来的吗？如果是 Lina 的话，我不可能在现场留下自己身上的任何一件物品。你这样更没有解释到什么啊！无果啊！对啊，事情都发生了。是啊，菲菲，你冷静点，不要这样。